咱会当化解善缘，灭断这恶缘呐，哦，灭断这冤亲债主啦，哦啊，以及你用较侪时间会当来通心闻道，以心的破邪感觉，一周一路行，往前是目前最好的方法。以后阁有较好的方法，破邪目前不知道，这三年多来，或许深深的去体会。你逐天逐天咧结善缘，敢是安尼？哦，那么伫这当中有这个真理，伊自把咱的道心对道理了解会较侪。当然，伊甲咱方向讲法越来愈行愈密切啊，哦，越来越有默契啊。哦，虽然伊个咧，咱的道德会改变。所以或许就期待